我看见男生特别给力。我们让亮颖再抽下一位吧，好不好？还有下一位，还有两位呢。来，还可以再翻页啊。翻页啊，那就中间那个吧。哪个？刚刚那个。刚才那个，来，刚才哪个？嘟嘟嘟嘟的。嘟嘟的乌托邦。数据大本营，我要张靓颖的 CD 送给你，恭喜了。CD 啊！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个了。找一个。小板凳。音乐。在我的蓝天下。在我的蓝天下。你有看到我的话，他说他会把耳朵永远借给我。好，我收下了。来，耳朵嘞。永远把耳朵借给你，用心聆听。对，在我的蓝天下是谁？够难的。有吗？在我的蓝天下，哎，有没人玩？没有吗？他的人不在，他的耳朵永远都一定不在室内，下回室外场肯定有他。没关系，反正如果有他的朋友的话，可以告诉他，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领取我们张靓颖的这张那个签名的专辑了啊。对，而且接下来的两首歌的时间，我们现场每一位观众的耳朵都是属于张靓颖的，要听靓颖带来好听的歌曲。接下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这首歌叫《爱就》，欢迎张靓颖，谢谢。来。接下来两首歌都会是今年的，是去年的歌，所以它算是新歌。好吧，很快更新的歌会跟大家见面的。为你狂舞，多么盼望能别再为你而哭，反复习惯着你身边的温度，也许是我愿意这么让你摆布，或许是我这样让你糊涂，可惜原来我比起你糊涂，宁愿为你把我自己也辜负。爱就爱了，爱了，爱你的全部，不论可爱可恶，爱就是全部。爱的盲目辛苦，只要你幸福，你的幸福是否我真能满足？爱就爱了，爱了，爱你的全部，我的可爱可恶，你是否在乎？谁不贪图，谁不求回报付出，多么可爱你，当然是我选择用尽心力，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爱自己，能不能至少别打击我的心？难道这样爱你，即使不曾谈起，你也感到压力，所以抗拒？做好不在意走下去，你是否能装作在意不放弃？爱就爱了，爱了，爱你的全部，不论可爱可恶，爱就是全部。爱的盲目辛苦，只要你幸福，你能幸福，是否我真能满足？爱就爱了，爱了，爱你的全部，我的可爱可恶，你是否在乎？有谁不贪图，谁不求回报付出？
我觉得没有关系，或者可不可以把主持人的麦克风借我一下？是什么状况？啊，好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好，好，这个收起来。清唱，清唱，清唱，谢谢，今天没带包。我以为我有带包，然后哎，发现没有，但没有关系。我觉得状况呢，它通常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美好的状况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歌？大胆啊！大胆，这么快？你看后面。哦，是这样。好吗？我觉得作为补偿，我给你们单独再唱一首歌，稍等我很快的时间。不是一首啊，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蛮特别的，是第一次当制作人的歌，所以简单的唱几句好不好？我离开建堂的第三年，时常想起那个夜，走在古旧城墙边，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，还有划过周围的脸，我怎么能不想念？漫无皆是黑夜，扇扇门挡在我面前，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，这么近在世界的后面，我埋首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。这么近，那么远，现实和梦境相叠，月光皎洁，是云光线，也许只是我自己的思念。大大的跳舞，喧闹
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的张靓颖，希望很快的时间再在北京跟大家见面。 OK， 谢谢，特别希望是在新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期待再次跟靓颖的见面。那在这呢，我们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来到赏心悦目。